真是个高人呢！这个刘贵必须止于薄天坊。你马上拟定通缉告示，全城张贴。通缉谁啊？刘墉。那通缉告示传到大牢里怎么办？瓮中捉鳖了。这告示上为何只有画像，没有罪名呢？我才感觉事有蹊跷。咱们手上有不少朝廷的通缉要犯，只要他与咱们有用，收留了便是。未来运了财，刘墉追案。